但李老师的偏向其实啊，伫台湾无同的管区，可能都无同。即都伫六都内底，主本只有台北市继续请，即会当请几年。啊，即嘛桃园市长张善政是宣布讲，111学年都开始全面来实施代理校老师请几年的制度。啊，从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那对咧安尼做，今仔新北市有那宣布讲，含六都拢要同款咯。工作不稳定，若是无减行政聘期10个月，真侪年来，大部分的县市以有偿做理由，无予代理老师完整聘期。这个学期开学正经，全国敢若金门甲嘉义市的代理老师全年聘期，台北市爱继续聘才有。他多数都已经几乎到达快全年聘期的部分，他其实就差一点点而已。以台北市的一个财力来讲，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达成不是困难了。开学前，桃园市长张善政宣布，111学年开始，市内公立中小学甲幼儿园的代理老师实施全年聘期，已经聘任的老师未记录起聘的日期，延长到今年7月31日。伫咧昨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嘛，伫咧做。最主要是目前还在职的部分，我们就适用了，就保障他们的一年的年资，所以每个月呢都有到职的话，就算为是完成一年年资。新北市教育局长是表示，为全年来聘期办理，但是增加是伊的预算，希望中央来补助。但今仔日透早是宣布六都拢同款，而且全国总奖啊，苗栗县甲屏东县嘛确定实施。代理教师工会甲全国总强调，其他县市若是无要做。一旦有期老师会离开，像我自己所在的南投县，我也会担心，一个小时内都会打杂。那差了2个月，快8万块的薪水，会不会有老师为了这个同情？其实是可预期的。全教总甲代理教师工会指出，中央修法才会当让代理老师有全年的聘期。教育部表示，为着有法院的依据，都在规划研究聘任办法，其中嘛针对请假、休假这块代志，斗阵来参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